家好，我是宝妹，我是阿伯，欢迎咱所有乡亲的朋友继续捧场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。依然是阿伯老师甲宝妹伫遮为你服务主持。住宅方面的代志，错误方面问题，来63386016338601。来，首先哦，来我们先接一通电话好了哈，线上有电话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嘿，你好。我要问一下那个我在LINE问的那个问题。你是哪一位？又香又美味啊。哦哦，陈一良哦，好了，来，好，来老师来。是电话断掉还是？对他挂掉了，他应该想说，就你没公爱名，你个公爱名，没有啦，我开玩笑的啦，又香又美味来。来，老师来。好，这个先咱好朋友一个问题哈，伊咧讲到讲这个细片哈，加着这个克热镜哦，克热镜啊。那么这个克热镜呢，是不是会当啊含细片哦，做伙来转哈，并讲伫这个文胆哈，文胆咱啊伫告别许吼，这地府病哈，这个。啊，有一挂这种柑橘类哈，有当时办起来地头一下下哈，安暖暖哈，这储藏性的这病害哈，这地府病，啊，这地府病纯粹是一种这个疫病来改这个引起哈，所以呢，是不是当安尼来用哈？所以目前改看起来哈，这个有呢，大概是没有什么这两种哈，难得用哈，这个混。啊，南州的用是无啥要紧吼，就是但是这个一个原则啦吼，啊，一个原则呢，咱咧用的时阵一定爱注意，就是讲这个啊，四片爱先用开吼，啊无你即马那是一挂农药吼，这四片咧南有当时啊，伊较容易夹，喏，安尼较夹夹安尼吼，就较无通。较无通喊你好势啦吼，啊，你拉就较歹拉吼，会加真歹拉。啊，你那是干那水啊，你拉的时阵加较好拉，无其他的一个即保密吼。啊，伊咧拉即个物件呢，就会比较好吼，较好甲拉开啦吼。当时啊，拢会甲特别吼，因为咧做工课吼，一定爱有好朋友呢，好做工课吼，好做工课呢啊才可以吼，才可以是这个吼是咱的这要点吼。啊，这克热镜吼，克热镜呢，这个安全采收期四天吼，所以呢啊，这个克热镜吼，这个已经有四天的这个。啊，这种等于讲，只要让四天过，或者安全采收期只有四天吼。伫所谓这柑橘类的这用药呢，啊，都还好含都还避开吼，就所有柑橘类的这个用药来对啦吼。都还像这个矿物油、乳剂，迄无定安全采收期嘛吼。啊，这种有呢，啊，一挂只的像有这无定吼，无定这种安全采收期以外，哦，这其他吼，这大概呢，啊，都比它还要久吼，比如讲咱啊较低毒的这种这个福赛德吼，这种呢这个也要六天吼啊，辅觉加克热镜吼，这储藏性的这个病害吼，这两行药啊呢啊，这提来做这个，比如讲柑橘类洗洗吼啊来用吼啊，配合来用辅助吼，这四天吼安全采收是四天，所以你药啊个就是你用药啊个洗过吼，洗过500倍你过洗过。啊，慢起来甲洗过，咱四天以后甲卖就安全了吼、哦，这就是这个安全采收期吼、哦，所以这两项物件相当的一个这个低毒性吼、哦，也足低毒的吼、哦，安全性非常的好吼、哦，所以这是无虾米款的这个问题安尼吼。那么这种青霉病吼、哦，这物件呢，通常咱伫这个你也当用克热镜，你买当用辅觉吼，这两项啊，通常是咱咧采收的时阵吼。哦啊，你家过洗过，啊，伊安尼较袂去动，因为当时啊，这种青霉就是有动化工，爱也烧坏吼，烧倒烧倒，这点嘛对，啊，就倒一片，哦，啊，你爱烧注意者，所以这烧处理者安尼应该是会对啊较好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这个做伙来喷吼、哦、是没有问题吼、哦，啊，那是防止这种后面的一个吼、哦，这个物件呢，当然是相当的这安全吼、哦，尾啊，这只其实你那是。到尾期咱咧用的一个药啊吼，比如讲像福赛德这样六天尔吼，这种物件，这疫病吼，这嘛是拢有效啊。这药啊呢，就拢相当的这安全
啊，比如讲像这个冲咖啡，咱咧抓的一个药啊，亚托敏哦，亚托敏啊是这个啊，易安唑哦，一般这药啊，哦，这大概这嘛是六天哦，这大概就是六天的一个药哈、哦。啊，都啊含什么降级含波尔多伊哈、哦，波尔多伊呢，你嘛爱有一个六天的这安全采收期哦，所以这种物件都是很安全。咱伫这买期的时阵，咱得选一个。啊，较短，因为当时啊，连咪要慢吼，也是讲拄等随便买吼，啊，咱得当啊比较较放心吼，啊来改这出货吼、啊，这大概是啊这个道理啦吼、啊。那么微生物防治的一个这个建议吼，伫、啊、这个中间吼、啊，其实啊 ，BM 菌呐、啊，平常有咧用就可以了吼。伫、啊、这个微生物的这部分呢，啊，尤其你若是讲，储藏性的病害吼，用微生物的效果拢较无好吼。那进前有好朋友用过这个啊、碳酸氢钾哦，碳酸氢钾吼，这个研究地头迄、那个迄、那个果把迄个所在吼，这伊家泡过泡过，因为迄有机栽培伊袂使用农药，爱用碳酸氢钾。啊，碳酸氢钾用过了吼，这同咱一般碳酸氢钾咱是防治白粉嘛吼，啊其实。即、这个除了即重碳酸根哈啊，这种重碳碳酸根这种物件呢啊，伊咧对真济这种病害呢，其实有一定的一个防治效果。你若讲微生物大概啊，咱是想袂出来讲有啥物较好的方式。啊，若无你着用拄只不话讲的讲啊，用即碳酸氢钾哈啊，会当直接呢去喷伫迄个果实，甚至慢起来更加过细过嘛，不要紧哦。所以其实这个很安全啊。拄只咧讲的克乐净吼，因讲你采收起来克乐净甲腐蕨四工。你洗过了四天而已，吼，伊安全采收期就只有四天，吼。但是你，比如讲克乐净的这浓度，甲着这个啊腐蕨，吼，腐蕨咱咧用是500倍，吼，500倍一个这安全浓度啊，你咧用，你袂当讲我甲泡这个100倍来过洗，吼，安尼啊，佫是同款四天的这安全采收期无同款。咱咧讲的只是浓度正常的这经营腐蕨400倍，啊是讲克乐净2000倍，吼，这种经营伊是四天的安全采收期，吼。那、嗯、么这当安尼来用哈，啊，这喷伫这果实管顶，其实这些都很安全哈、哦，所以最后你需要做些参考哈。本、哦、这个啊，咱这位我相信哈、哦，咱这位听众朋友呢啊，这么在意安全才说起哈、哦，为什么哈、哦？因为呢啊，伊希望会当做些更加安全的一个这个管理哈、哦。那么后每节接到咱的一个这个意外的人呢啊，拢会当去深深感受到咱的诚意哈、哦、啊。我感觉讲真侪咱的听众朋友哈、哦，实际上。都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啊、哦一个相当用心的一个这种啊、一个做法哈、哦，啊，最后你需要做些参考哈、哦，大概是安尼来用。那么你那是讲一公斤用一桶水，一公斤用一桶水哈，安尼多好1000杯哈、哦，1000杯你要六缸哦，要有6到8天的一个，一般是得六缸。哦，你若用1000杯，差不多要6天；你若用500杯，差不多要12天。哦，这个有试过，为什么去试这個？啊，可能真侪好朋友啊，捌听多少讲过吼、哦。其实我人生道路上吼、哦，亏了不少钱哈、哦。啊，我做生意无啥会趁钱哈、哦，现在真侪咱袂晓做生意，就是袂晓做生意啊，这个。割蚀吼，这种呢，即、这个伫进前吼，即、这个阮有一个学长伫汶来吼，汶来，咱话叫汶来吼，汶来，啊，即、这个国家啊，因也无水果，啊，要为台湾买甘蔗啊过去吼，啊，都用这种物件去处理吼，啊，我迄阵阮有去做过这种的一个试验吼，但是呢，啊，伊采收起来的已经本身就有问题啊吼，所以呢，送到那边去也是很惨吼。那你若是这个采收前20天盆绝对无问题，所以你应该是啊，比如讲你要用1000杯，你得采收进前得10天，你得当盆啊，还有得一个保护作用哈、哦，有一个保护作用，然后就是随便卖嘛，无这个啊安全采收的这个问题安尼吼，所以你可以放心哦，这些物件呢啊，其实它相当的安全哈、哦。那么碳酸氢钾咧用的一个这个对着迄个效果吼，当然含农药是袂比的，但是就是讲，如果你那是啊假设你这是这个药唔吼，你这物件是一个这个算无啥物农哦，没有的选择的选择，啥物叫做没有选择的选择？就是讲，我做有机栽培，我这物件啥物这农药我都是袂使用，对吧？好、哦。
它是非农药防治之材嘛，哈、哦，所以你基本上这原地这是一个这个哈、哦、这营、個，那么因为历代营伊的就很方便，哈、哦，从这碳酸氢钾，因为这不是它就不是它非农药，哈、哦，非农药啊，所以呢这同熊写档案来用，但是效果怎么样，哈、哦，这。当然哈、哦、啊，含这个药未比的吼，含这药啊是完全是未比的，一个这效果，但是伊比无用的效果好作祟吼，这含比无用的这效果好真济，所以嘛有人提这物件来处理这个啊，碰柑、柳丁、木果干的吼，伊该洗洗安尼啦吼，啊甚至有诶含这个油吼。啊，咧防治即个白粉病吼，因为碳酸氢钾伫即个白粉病内底，油本来就防治白粉病，啊，即、這个碳酸氢钾佫是即个白粉病这部分的一个即、這个吼、這個、啊，即、這个使用这东西有。那么伫采收后处理，采收后处理伊毛即种的一个一部分的效果，所以有人啊，有人是提这吼、個，提来提这個去泡这种吼、這個，就是讲啊，伫农产品采收以后吼，啊采收以后呢啊，去改去改泡吼、哦，去给它泡一下啊，有泡比伊即个浸泡吼、哦，就是讲。以这个碳酸氢钾吼，水溶液啊，泡什么物件？泡辣椒啦、红菜头、吼、哦、马铃薯、吼、哦、柑橘类、吼、哦、这洋香瓜、吼、哦、这些物件啊，去给它泡起来。啊，泡这一个这个、目的吼、哦，就是讲伊那是啊，较袂讲有去冻掉创啥吼，啊，有一个啊一定的一个这使用的这个范围吼、哦，相当的一个这块吼、哦，这碳酸氢钾就是咱咧讲的这个。重碳酸盐，吼、哦，即类嘢，即有即个重碳酸根嘛，吼、哦，啊，即物件咧应用。那么即伫采收后处理，吼、哦，即确实是有即款咧一个效果啦，吼、哦，就讲、是、伫后面咱可能是做白粉病嘅预防，啊，伫即个有呢有泡过，吼、哦，大概泡即个800到1000倍，吼、哦，啊，今朝吼其实也不好去甲试过，吼、哦，去甲试过即种采收后处理，伫高温嘅时阵没有什么效果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无啥物真好诶，这个效果啦吼，所以啊，这里即来当互咱好朋友呢，小做者这个参考吼，这大概是啊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吼，所以这底下互你小做者了解啊，咱就以好朋友吼，伊去做一个这个检测吼，这检测呢啊，这内底有一个叫做地脉灵吼，地脉灵。好、哦，这个农药来对，哈、哦，农药来对呢，这个地脉灵啊，地脉灵的这个容许量是多少？哈、哦，0.01 ppm，、哦、所以你哪有用过，那它大概呢就会中奖哈、哦。那这个是咱常常咧甲好朋友讲的地脉灵，底下这物件啊，伫这个药来对当用，但是即马伊这是一个新修订，我唔知影为什么伊的这个啊，这个规定应该是安全采收应该是 0.05 嘛吼，也当用吼，有一个这 0.05 ppm 的一个这个量吼，啊，这地脉灵这是一个合法的这个农药吼，啊，咱好朋友去验到的时阵呢，啊，验到 0.06， 哎，真正做完拢死的吼，这种物件就是安尼吼，地脉灵伊的这个安全采收期30天哦，这伊时间足长的，伫咱啊这汤药啊内底吼，啊，可能伫咱。所见的一个这个汤药啊，内底应该是找无一个，有，够一个应该是较少用到吼，分什么物件？我想起来，突然一下子想不起来，分布式。好、哦，咱咧转红地都的一个这个药啊，应该是吼、哦，这红地都的药啊，啊，这较早不啊不中枪哈。所以这物件我唔敢用，吼，阮西瓜阮讲转这物件，吼，这用错了，吼，这伫西瓜内底呢，好像没有这个药，吼，所以呢，去甲转来，啊，转来就掉钱，吼，啊，伊验到还蛮高的，为什么伊会验到蛮高？因为这伊安全采收期，吼，这你很难看得到，吼，有那个60天的，吼，伫咱看到60天的足少的，吼，这。几项药啊较长吼，是伫迄个青柳菌30天，哦，青柳菌这因为短咱唔免去记，咱记久记长的就好啊，吼、哦，长的较少。新蒙奶普40日，吼、哦，大成分吼40日，甲基新奶普嘛是40日，吼、哦，这种的这种较长的咱拢甲记的吼，伫昆药啊内底大概是这两支。
青柳坤、新蒙奶普、吼、哦、甲基新奶普、吼、哦、这种的呢，时间较长，其他拢啊拢较短。啊，这有机磷脂内底吼，通常熊的这种有啦吼、哦。啊，另外一个就是这地脉磷，吼、哦、地脉磷呢较久啊不诶、欸、分布式啦，吼、哦、这物件嘛较久。啊，这山亚满吼，转、哦、红皮肚的药啊，里满丹吼、哦，科芬满吼、哦，这种呢啊，伊拢手表杀的这个药啊吼。哦那拢会小夸有一点啊，较哦会稍微有一点点料啊，较有较济淡薄啊安尼吼。所以即个互你小知影者，就是讲有当时啊，咱啊确实就是即安全采收期的即问题哈。那、咱就以好朋友吼、哦，你既然分布式诶当控制刚好你好势吼、哦，那应该是你地脉磷诶即个用量吼、哦，用量呢有较悬小夸。因为地脉磷较俗、哦、所以有时候我们一不小心、啊、就会给它多倒一点点吼、哦，啊，伊有效无？它当然效果真好啊，无咱用要创啥吼？啊，因为这款呢，姐姐情形，所以你可能就是这个浓度吼、哦、稍微高了一点点，所以呢，那你那是八月验吼，即马个验应该都无啥问题啊吼、哦。好几年前呐、啊、吼、哦，好几年前呢，这个有呢啊，一共四月份甲八月呢，要个会超过吼。哦四月份甲八月阁会超过，不太对哦。这有可能是迄、那个，有哈、哦。那么爱修稍微给他注意一下下哈、哦。所以这大体上是安尼哈。咱就以好朋友哈、哦，相当的这个啊、用心呐、啊、哈、哦。我是感觉讲确实哈、哦，这也才是对的哈、哦。这那、更小心的用药，那是像这种零点。啊，零点零五，结果验到零点零六，吼，这种物件呢，这其实拢是足完拢死的哈。那、有时候呢，我拢会甲，尤其吼、哦，咱伫一种这个药呢，比如讲伊是不是有一个，叫做量测的这不确定度，吼、哦，比如讲伊你定零点零五 ppm， 吼、哦，你的容许应该是偌济，应该是到，比如讲。到 0.6 或者到 0.8 都还是一个可接受的这个范围，但那一条线就死在那边，其实是不对的。好，我一直甲作者这个有咧建议的，就是讲尤其到很低浓度的这种啊、这些一挂这浓度吼、哦、很低，低到在这个小数点以下两位这种的这个油啊吼、哦、也。它越小的时阵，它那个不确定度的百分比足高呢。好，比如讲你验到 0.05 啊你。规定是 0.05， 你咧验到 0.06， 有个人讲迄超过啊，超过真济啊，他超过真济，你伊的迄个 0.06 有可能是仪器上的这个检测的这个不确定度吼，迄、个误差。当然，你侦测血让侦测到 0.01， 但是你伫 0.01 较悬一点点啊，这个范围内底你超过，所以迄种哦。有从统计学这个角度啊，不啊，要去讲去做一个白痴吼，去讲建议要去用胶哈、哦，这反正呢就算了哈、哦。那有时候呢，这个在台湾吼、哦，咱对真侪这种科学的真实面貌，一共这样以后怎么去执法也是对哈、哦。所以政府定的一个这个标准都是为了方便。哦、我感觉讲像高速公路，咱咧开车的时阵，限速110，对不？啊，伊都会容许有一点啊，这个误差啊，你加一速也不要紧啦吼，啊，这加到偌济，我甲你讲百二，哦，就大概多少的一个误差值好哩。啊，为什么没有迄个误差值？因为迄支摄像头、迄个翕相的、迄支测量的，敢100%准。爱变安怎修正？你若讲百二就是死的时阵，啊，到底是对一个数字是真的？哦、所以这有当时是一个科学的论证啦，吼、哦，唔是讲啊，尤其咱伫这执法，甲着这个有，因为这内底罚就有罚，就这有罚吼，爱罚钱的这個经营之下，啊，咱应该是爱很啊，做科学去面对的，讲、就是、你超过哦，啊，好超过，刚好你心无口无，你看你这0.05啊，你已经甲一啊0.1啊，你就是。哦，已经是超过迄个不确定度的量测不确定度的一个这范围啊，所以表示确实有较济啦。啊，这咱方法咱就偏啊往内就点点。但是你像0.05，结果你量到0.06，啊，那像安尼个罚钱吼，迄实在是啊。但是执法的是安尼，所以这有些就是啊、这些袂使安尼讲哈。反正这是一种科学的论证，咱是啊、尤其像这种物件拢是非常科学啊，这。
执法的人不一定是有科学的这个概念，吼，伊无可能，伊可能唔知道，伊无去学过这统计学，伊嘛无伫实验室有这个量测不确定度的一个这个概念。但是，咱对着一个专业的人，咱来去提供专业的意见，吼，因定执法的人会当有一个这个范围。哦，这是合理的，这不是讲咱咧黄阿伯啊咧死症，安尼人唔通做歹做工过，他系做歹做工过。我就跟你讲，0.05每一个迄个数值，伊标准增加那是偌济，这个标准差的时阵，就是确定你这就是超过啊。所以你0.05，你啊跟0.08，其实都还不见得哈、哦，因为迄、那个到那个小，因为伊的准确度哈，伊、哦、的精密度只有到零点可侦测的，这个是0.01尔嘛。所以你迄个所在吼，其实这个牵涉到迄、那个啊仪器本身的，当然仪器是足准的吼。伊讲啊零点，你就是0.6，你就是0.6，但是那个六跟你的0.5这两个之间，如果在统计上是不是有显著的这个啊这种误差哈、哦，那个都还很拼嘞。我跟你讲哈、哦，所以有时候呢啊、这种物件就是安尼，但是。好像不可能口才较歹吼，所以你讲这种代志的时阵，因听无，没有办法哈。啊、呀，还是为着执法上的这个方便哈。啊，因认为讲安尼都无道理啊，但是我感觉这样就道理的呀、啊，怎么会没有道理？是不是？哦，就是讲用这个比例吼，咱咧讲的就是讲一条线。你今日你那是伫高速公路，你往翕到110公里，伊敢会甲你罚钱？迄争议足济嘛，对无？所以通常你若翕到111，伊袂甲你罚钱。吼、哦，115，伊嘛无可能甲你罚钱。伊一般是拢会到120，迄实在是较限嘛，有较悬啊啦吼，歹势吼。啊，咱这有一个，安尼我感觉这足合理诶，是毋是？吼、哦，迄有一个误差嘛，仪器拢有一个误差。咱爱相信这个世间是有一个误差。当然，你今日测到吼、哦，去测到一个 ppm， 啊，人迄、那个。啊，容许的范围是0.05 ppm， 哎、啊，迄就免讲误差嘛，对不？迄就差足济。啊，但是0.05，你知影吼，百万分之0.05是啥意思？两个零，千万分之0.5，亿万分之5，一个这差距，那个差别多小，非常非常非常的微弱哈、啊，在科学上有时候这一点的误差呢，啊，确实是无法度去精确的去估算它，哦、啊，啊，咱们表达的是这个艺术哈，啊，所以呢，有时候哈、啊，还是要选一些啊比较专业的人哈、啊，靠法度帮专业的一个这个讲代志，不是讲啊，这个会晓走摊就好啊，哈、啊，这有时候就没有办法哈、啊，那么真侪人都真侪这代志就悬在那里。大家都唔敢去讲啊，大家都唔敢去讲是种代志吼。啊，我嘛提供吼某位吼某位呢啊立委伊讲话，不然这里这安尼我讲未清楚啦，这气吼会去用拍枪，会去用拍枪，立委嘛用惊用拍枪啊，好吧。就讲到这里，这不好意思，好、哦，这其实我想要给咱听众朋友表达来的是讲啊，有些农药哈、哦，咱对这种这个执法上哈、哦、啊，其实还可以更科学一点点。好，嗯，好，来6338601，这是咱现场的客运专线，欢迎咱乡亲哦多加利用。老师再来看一下哈、哦，叶彩芝技工。诶，这有益笋呢，生长的前后需要用什么款的农药较适合？这个物件吼，最主要的是讲你先预防吼，上重要的是这个玉米螟虫吼，袂使细细长啊吼，就去互伊挨落吼，就是讲啊、一般咱那是无准备去互挨落吼，这你要卖就足歹卖嘛吼，就讲迄、那个。啊，玉米螟虫，哈、哦，玉米螟虫，哈、哦，啊，伊这有个人讲玉米水虫啦，哈、哦，这玉米水的，是咧有迄个特殊的一挂虫的去甲食，哈、哦。那、这个就爱稍注意者，吼、哦，这大概是咱啊，伫这个管理上唯一，然后那虫害的这部分差不多是这个，就是迄个时阵伊较容易去甲啊，这去甲加，啊，佮一个就是这个甜菜叶蛾，吼、哦，伊比咱只嘛。咱即马种诶，即个番麦吼啊，甜玉米，还是讲咱即马足流行诶，迄红秋诶玉米笋有无？吼、哦，毋捌听过无？红秋诶，哦，足侪人讲，即若玉米笋要好食，都爱红秋诶。啊，为啥物会去选择即、這个啊？即、這个红秋诶，吼、哦，即原因是因为伊较甜啦。哇、哦，伊真正是几足甜诶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你即马若是咧栽培诶时阵，吼、哦，比如讲啊，你伫生长诶即个前后，吼、哦，咱咧用最主要是即、這个。
糖吼，这种糖的，即细长的时阵，当然是即个涂骹糖吼，爱防治好势。啊，即马到伊有即个腊八脆即个时阵，啊，你都爱防治即个甜菜叶蛾啦、番茄叶蛾吼，啊，这种鳞翅目的即个幼虫吼，所以你也当去甲下一挂这种啊，即个荔枝，还是讲即马请人下较少吼，所以多数即马拢会去甲转一撮那些药啊吼。这大概是安尼，这个可以给他用一点哈、哦，这应该这个农药呢不会是很困难哈、哦，但是呢讲不会很困难哈、哦，这有当时事情常常哈、哦、不会很困难的事哈、哦，讲起来不会很困难的事呢，常常在这执行当中，咱会面临足大一个困难。好、哦，那为什么面临着足大一个这困难？因为呢，咱知影有遐济糖伫菜内底，吼、哦，即个甜菜叶蛾、球菜叶蛾，吼、哦，咱咧用的一个这个药啊呢，因为遐无足歹治的嘛，所以咱会当用的这药啊，是毋是足济？但是伫环美，吼、哦，不好意思，吼、哦，伫环美内底呢，环美是登记伫这个杂粮，吼、哦，所以较早呢，环美，吼、哦，较早唔是甜玉米迄个时代呢，没有很多药给你用，吼、哦，所以这玉米敏虫伊无几种药啊通用，吼、哦，那你可以选择的药呢很有限，足侪药啊各东西，即个扩大使用，吼、哦，即、这个、延伸使用范围，靠发多通用呢。所以要小心、哦啊、其实算一算也还可以啦，吼、哦，已经有一挂这药啊，所以也当啊注意糖的一个这个防治，吼、哦，细长的时阵啊，有的人讲啊，我家己这个啊不爱转农药啊，不爱转农药嘛，写晒，吼、哦，啊你就是苏力菌，吼、哦，啊动作注意一点个给它呢，啊、哦、这。也会有这个效果哈、哦、啊，不过目前哈、哦，不过目前呢，目前呐、啊、哈、哦，那么包括像这个环尾哈，咱真惊这个秋行菌虫哦，秋行菌虫啊，好佳哉，有这个秋行菌虫的，这个有时候也当扩大使用哈、哦，赤诺特哈，我们在上面时阵咖啡有利用这個，啊，这个赤诺特可以用，克安博也可以用啊，轮着用哈、哦，我们当讲讲定高机啊。小花甲轮一下，啊，这糖呢，无讲该好怎吼？好佳哉，玉米笋吼，你只要那是有一个保护，伊就卖叫就入去就好啊。哦，啊嘛袂使讲拢卖管伊，哦，安尼起来就会当甲伊控制有好势吼、哦。那么因为到开始伊咧采收的时间，你要小注意者吼，伊、哦、多数呢。会比较一糖的问题较侪，病问题较少。啊，糖通常较糖药啊，通常较无易生性。啊，你切玉米笋吼是无切下吼、哦，所以呢较无要紧哦。所以你啊，但是嘛是要小注意者安尼吼，这药啊真侪，啊你也当小调整者。但是啊，要提醒的就是讲这鳞翅目的姐姐幼虫吼，鳞翅目的姐姐幼虫。这类的病工像啊，拄则讲的秋行菌虫啦、啊，吼啊，甜菜叶蛾吼，还是讲玉米敏虫吼啊，咱这拢会当用吼、啊，这用加保利啦吼啊，看是要用喷的，还是用捏吧吼，还是讲这个啊，一个叫做诺伐龙吼、啊，这些物件，真侪好朋友应该爱伊真接去看到吼、啊，还是丁基加保护吼。啊这嘛是会使，足些糖油啊，吼、哦，这最主要是这个啊，这个、糖油啊，吼、哦，一定爱少来给伊这个注意者安尼哈。那么这诺伐龙是一种类似的，是讲咱咧讲员工叫做己丁酯合成抑制剂，吼、哦，这种就是让伊袂烫卡，伊即马开始要烫卡的时候要变心，怎变袂过，吼、哦，伊这种物件是安尼来，所以伊效果吼含一般的即糖药啊较无同款，啊，含即糖药较无同款，是因为作用的即机制。咱比如讲，咱咧转即个啊粉化力啦，啥物丁基加保护啦，吼，这就是甲头死。啊，但是呢，啊，对即个药来讲吼，咱即种类似吼，就是生长调节剂之类嘅吼。嘛，袂当讲生长调节剂，应该讲叫做青春激素吼，之类嘅即个物件，吼，伊袂当烫壳。可以袂变心，吼、哦，咱像跟你讲就是安尼哈。啊，伊袂当变心，啊，袂当变心吼，伊、哦、变心变袂过，伊开始烫卡卡，结果呢，伊个己丁酯无多合成，己丁酯合成要创啥？合成就是伊个外骨骼，哦，伊个外骨骼哈、哦。所以这类个一个这个药啊，吼、哦，有几啊种吼，二氟龙、克氟龙吼，啥物龙诶？这种二氟龙、克氟龙、分氟龙哈，氟分龙啦哈。氯芬龙，即咱常常伫环美内底吼，即、哦、有个人会去啊，但是登记是即个诺伐龙吼，即啥物龙的即种啊，即多数呢
啊，拢是即个几丁子合成抑制，啊，即有一个无同款的效果。啊，佮一个啥物诺诶吼，即可芬诺、德芬诺、美芬诺吼，即种呢啊，伊个就是退皮吼，就是好一杯。即、这个几丁子合成就是无好伊，无法度形成外骨骼，所以伊的翘起哈，无迄个卡啊。啊，即、这个啥物诺、可芬诺、德芬诺吼，即、哦、种美芬诺吼，即、哦、种诶的啊，是互伊无法度褪壳吼。咱咧讲诶就是讲蜕皮激素吼、哦，啊伊无法度褪壳，啊无法度褪壳呢，当然伊就褪袂出来，安尼伊的啊，即、这个效果就会较好。啊，即种咧搭配吼、哦，搭配，但是有诶药爱用者，有诶药袂用者吼。伫款买内底无较侪物件通互你去选择吼、哦，啊你小注意者安尼就好啊吼。哦那么夏天重点甜玉米吼、哦，这选择一个对的这，你也是要做有米顺吼，这爱有一个啊品种的这个选择，然后呢给它高氮，氮肥一定要高啊、哦、啊，就是讲加肥将将好就好。咱那是要做甜番麦吼，要压番麦吼，这通常加吼，伫中后期的时阵啊加呢爱有点啊爱有高吼，伊、哦、较袂流麦。迄、那个水的尾流较袂安尼跳尾吼，啊，伫即个玉米笋无差吼，玉米笋呢，你迄个淡素甲讲较重嘞吼，讲较重嘞，伊个水较大水，但是食起来原来系甜啊，继续油诶吼，所以这有时候即种无同款诶，一个栽培管理诶时阵，你咧用肥料诶疏克有一点点无同款，啊，番麦吼会当较凊彩啊，但是就是讲食稍微高一点。啊，咱好朋友吼、哦，有一个真好的一个即个用法，你讲啊，你啊咧转，你啊是要做玉米笋的吼、哦，你若是要做玉米笋的，你转农药的时阵，每一次喷药拢爱加玉米素，伊会加做要做玉米笋的吼、哦，先讲好势啊，伊会加做实验的吼，因、哦、感觉讲即个效果袂歹吼，啊，因为你若有加较侪盐。哦，阿姨的三等于三两开开提高，好、哦，这大概是安尼。啊，我咱就以好朋友，好、哦，阿是讲所谓听众朋友呢，啊，买当小了解者，哈、哦嗯。好，来六三三八六空一六三三八六零一，我关机的朋友，请你加空哦。喂，你好，宝贝。嘿，你好，我知道我们的张姐，好久不见。对啊，哎、欸，我要。问阿宝老师，迄、个山啊啦，山啊的叶啊，你管着，叶啊拢一粒一粒几排的，啊唔知什么问题，是虫的卵吗？是，嘿，啊要安怎处理 ？OK， 你讲好，好，你听手机，好来。哎，这种这有可能哈、哦，这就是讲咱啊，伫山啊顶管吼，爱有一个啊，这种诶就一粒一粒啦吼、哦，就讲伊诶一个叶啊吼。那么这种伫咱啊，真侪即个果树内底吼，比如讲像龙眼啦吼，伊、哦、这种拢有啊，一个较无同款诶，食诶只诶叶吼啊，这些危害吼、哦，这个呢大概都是啊类似的，像讲这种。啊，因伊个叫迄种呢，一般就是一个，啊，伫山啊内底吼，即通常一个叫做鹰蝇即种的一个物件，啊，迄落去了呢，啊，伊就互伊伫即个叶啊管顶吼，伫即个叶啊，啊，伊伫即个叶面新梢嫩叶时阵吼，伊就一个，伊虫鹰嘛吼，鹰就是啊，咱大意讲蝇啊、蝇啊吼，迄种鹰吼，迄个蝇啊吼。就是一个那种结一点啊，那后面吼，小花乌乌啊，是像炭生迄种的一个情形吼。那有时啊，伊啊，一个空嘴吼，这去影响到伊的一个啊，这种这个光合作用吼，所以这一般来讲呢，一定爱啊，小来改这个注意这个防范啦吼。那么这一般的这个药啊吼，比如讲你也不爱抓吼，比如讲伫这个虫害发生的时阵，用抓当然是较紧吼，但是呢啊，像这赛苏胺吼，这种亚麦皮吼，这种呢，这种有效吼啊，派麦精吼，这一般咱是建议讲，那是处理无规章吼，用罐的赛苏胺罐头。啊，是甲怎怎诶，啊，先做罐头。伊迄诶，伫即个掌心内底有一个一定诶一个即种啊，即、這个啊，即非常安全吼。即、哦、种用药呢，
真安全啦。种少丛是会使啊，种侪丛咱都要用砖的吼啊，所以这糖油啊，吼这蝇蝇吼这种呢，有一款呢一个啊类似吼、哦，类似这种的这种的较叶啊吼，较尖叶通常拢会较矮吼、哦，这有当只一叶啊，对嘛？一点安尼吼啊，严重时阵叶啊翘起来啊，嘿安尼一粒一粒，改成炭疽病吼，但是它应该是啊这种这个。啊，这个有的讲，一个蝇啊，吼，一种蝇要安怎讲？吼，台语就是蝇啊，蝇啊，哈，蝇啊，吼，咱有的叫蝇蝇，有的叫做蝇蕊，吼，蕊，还是叫做蚊，吼，蚊啊，吼，双翅目的一个啊，这种的一个叶，吼，这个在危害上一定要稍来注意一下，吼，啊，这叶啊变形，哎，一粒一粒，吼，这通常是安尼，吼。那么，会当予咱好朋友吼，小做者即了解。即目前吼，伫台湾其实有蝇蝇吼，佮有一个啊，就是迄、那个吼，有个人会认为讲，即已经入来台湾特别二十吨啊嘛，即只虫。较早以前没有啊，所以真济有当时也无介严重的过碳酸咧，全袂好势吼。结果唔是是虫吼啊，这种蝇蝇蝇蕊这种的一个物件吼，所以最好咱好朋友吼，少做一个蚊啊，一种的吼，双翅目吼，一个啊，这款的一个海棠吼，所以你啊，注意做一个防范吼啊。一般来讲，这袂讲真歹抓啦吼，但是就是。很烦呐、啊，哦，这种物件伊来个来，迄个适当的节节时间内底吼，那么一般就是讲伫即个夏秋即个交界吼、哦，这伊那是啊山啊有咧透红吼，小花透幼红的时阵，你都要注意啊，迄阵就来啊，吼、哦，这大概迄个时间你真配合啦吼，一定也真容易吼、哦，真容易有这款的一个，尤其那是湿度较悬吼、哦，比如讲。即阵啊，还有小花咧落一点啊雨，啊落雨无落足久诶吼，比如讲山区西北雨迄种天，啊，即、这个有小花，你若是正经大热啊，拢无落雨，伊袂着吼。啊，若是小花有一点啊落雨，啊，伊就足容易着着。啊，所以一开始诶认为讲啊，迄落雨引起诶一个碳酸，啊，其实是即个双翅目诶英文科诶一个英。有的叫蝇蚊，有的叫蝇蝇，吼，反正咧大概就是这类的一个啊，这个海棠，吼，啊，这细细只，吼，那有当时啊看不啥有哈，那么一定爱做好这方面的一个防治，吼，这可能是伫这样咧，会当予咱好朋友，吼，小做一个参考，吼，这大概是啊，是这款的一个情形，然后。那么目前就是较接咧用到的这药啊，吼，这大概就是像。咱都要讲到赛素胺、亚美培这同一类的，吼、哦，这个异达胺，吼、哦，这同一类抓这种啊，气味药啊时阵，你对原来有效，吼、哦，所以小做者这个吼，稍微防滴者安尼，吼、哦，这大概是安尼处理的这个方式啊，提供我咱就以好朋友，吼、哦，小做者这个参考，吼、哦，这山啊那是蛮耍，吼、哦，这个。会当抓这种塞麦林加阿巴丁吼、哦，这效果上好吼、哦。目前试起来吼，伫、哦、这个荒地的这效果吼、哦，塞麦林吼、哦、啊，配合这个阿巴丁吼、哦，这两种的这效果呢啊，你啊单独抓这种塞麦林吼，效果无好吼、哦，塞麦林单独抓塞麦林效果无好，所以你可能爱啊，小甲用者安尼吼，包括即个阿巴丁吼，即、这个物件咧，啊，即、这个效果咧，爱配合吼、哦，较有伊个效果啊，单独抓得较无效吼、哦、啊。其实除了即个以外，即个药拢会使吼，伊答案之类个都可以吼，即、哦、提供互你小做者参考哈、哦。嗯，好，来6338601，拄啊，咱就会听友吼，0975吼，0975。嗯，这位听友，如果你还在收音机旁，麻烦你呢拨打一下现场的电话哈，6338601，问你讲哈，为你来服务哈。啊，那是无呢，宝妹，我继续跟阿宝老师哈继续往下看。所以后面有那些问题，我是看咱的电话。好，先接410哈，410你好，喂，410你好，你好，老师宝妹你们好、嗯，老师我有传那个有关那个水稻，有，我们昨天有讲过。好，昨天有讲过，是，我昨天刚好没有听，没关系。老师，那我可以请问一下吗？好，因为我再过一两天就要插秧了哈，那可不可以就是说，那个
那个电话怎么兜兜兜的？啊？喂？什么？哦，没关系，我讲哈、哦，嗯，那个，我可不可以插秧后哈、哦？假如说我担心这个情形发生的话，我可不可以插秧后哈、哦？就是，假如说那个有一支氨基甲酸盐类黑杀虫剂较俗的哈、哦，老师你也知哈、哦，嘿，他给我做滤剂啦，嘿，嗯，那个他、啊、然后连同那个。连同那个什么，就是秀秀的产地安尼秀秀的，啊产地有水安尼秀秀的，老师安尼敢可以防治吗？因为假如说那个是有推荐用药哈，他用那个成本会比那个陪单还要低，嘿，好，谢谢老师，好，能听得懂吗？好，听有，那你听收音机哈。啊，不是我讲这样子，老师听得懂吗？听得懂，他说他听得懂。听得懂，嗯，哦，好，一些底外跨完，好、哦，这个不用太紧张，好、哦，但是黄啊布料呢，咱是不是会了甲放我打？好、哦，黄啊布料，咱是不是会加这个啊了后了甲打伤热人嘛？吼、哦，咱会了放我打啊较饮水，吼、哦。啊、你第一遍咧饮水的时阵，吼、哦，你放大了啊，开始饮水啊，去看麦啊，吼、哦，看讲水咧饮啊，平平啊，伊若有糖，伊会伫遐涩，因为糖惊堵水，吼、哦，所以你去看麦者，一般啊，即、這个秋行菌虫伫黄啊内底可能会较严重，但是伫咱的一个即个产地，吼、哦，因为堵水的关系，加上咱啊万冬咱的较早下糖药啊，吼、哦，比如讲丁基加保夫，吼、哦，即类的一个。啊，这种药啊呢，吼、哦，这通常呢，啊，这个粒剂咱会去甲用，吼、哦，还是讲白丹粒啊，吼、哦，这都可以哈、哦。啊，这个物件都无啥要紧哦，所以我就感觉啊，这个在使用的时阵哈，那、哦啊、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啦，哈、哦。所以呢，那是不用太不免过度的这个紧张，但是你黄啊定因是爱做设计的哈，黄啊定，因为迄个伊迄个龟臭皮啊嘛，迄。你若是加落，啊，你一批黄啊吼，迄若欠一空的时阵，迄批黄啊你卖，那我唔啦。哦，那这种我做啰嗦的吼，因为在布产的时阵，我无可能讲啊，迄黄啊呢，啊已经加到一空啊，啊，佮互你布落，我讲这批我都无爱，吼、哦，这你减钱我嘛无爱，因为这有的表示讲伊防治了无好势，啊，一般来讲，因伫横林拢会做啦，我咧怀疑伫这个。东部花莲那边出现的这是不是这种有机育苗厂哦？那么一般因是下药啊，哦，不可能讲放人人，还是讲迄拄啊好布甲已经差不多布备了啊嘛吼，因为咱伫万冬咧布的时间较集中，布备了啊，伊迄村呢也是安怎，还是讲伊无去管，是不是这种情形？无一般我比较怀疑啊吼，所以啊，唔知当然。真侪这代志，有时啊各种的这原因，嘛不是像阿伯啊讲啊，根据咱现实的状况推断，就是安怎吼、哦。所以伫记者家嘛是，咱伫长毛特别提醒好朋友爱注意，就是讲这黄啊来啊，小看一下是不是有这个。但是到目前为止啦吼，除了长毛的迄个消息伫花莲这个部分以外呢，多数吼伫咱西部这边阿伯啊看到呢，倒是没有，唔捌听人讲过吼。哦啊，因为这大家即马足紧张的吼，所以头啊这十天也无问题，过来就未有啥物问题啊。哦，因为呢第一啦吼，过来咱的下一撮本来这糖油啊，然后挖起来了咱的一个糖油啊，哦，包括这个细心的这有当时啊，就变作讲较提早下安尼吼，所以你这顶支加保护吼，啊，这应该你会当先提早来改这个用安尼啦吼，所以啊，这底家伙好朋友吼，小做一个这个啊，做一个这参考吼，这大概是啊，这度也这个有呢，就比较问题比较多哈。那么这大体上哈，大体上是安尼哈。那么像这种油啊哈，我当时啊那是用喷的哈啊，所以有时啊就反人吃哈，这进前伫这个。叫做南岛，吼、哦，南岛因你知影，槟榔园的转药啊，吼、哦，槟榔园转药啊，转药啊时阵，伊会用一挂这个有机磷剂嘛，因为有糖，
有虫啦吼，因为阵咧开花嘛吼，啊开花也怎样啊？怎样啊？时阵有当时啊，伊啊有机磷脂都有一个味嘛，所以呢啊，好死唔死吼，即蜜蜂吼，所以呢啊，真济都会安尼去砍拖吼，就是给它加下去啊，得即个问题就造出来吼，所以真济吼，大概都会出现这种有一挂即个争议吼，即大体上是安尼啊，槟榔吼。槟榔所有的一个这个药呢，拢是哈，拢伊无药啊，没有登记用药哈，所以全部是0.01哈。这小花呐有用药啊，就得爱拍卡针啊。但是槟榔又不管哈，所以啊，像这种的较无这個问题。啊，这个是要搞，听讲槟榔是讲，槟榔像你水稻哈，你咧抓是我，因为槟榔咧抓伊也较悬，所以大家会很讨厌啊。水稻咧抓较，但是水稻侪人抓哈，有当时啊。药的味比较重，所以尽量是我是有当时我咧就较爱用劣质的原因，就是抗伊较无味啦，吼啊，这原因是安尼，吼，这是一个题外话，吼，咧讲到这个槟榔啊，啊，但是咧，我咧小做一下了解，就是讲，小处理一下，吼，应该我是觉得，那我对我来讲，我觉得不是太担心啦，吼，这个原因是因为咱本来就会做防治，啊，伊个。啊，一开始鱼仔大来无啥要紧，哦，啊，即马开始那是挖起来了，伊较顶单小块，我应该是比较不会有什么问题哈。只有咱好朋友小周姐姐了解哈，好，来6338601，老师最后这一点时间呢，留给我们的吕兰平，伊讲伊个叶啊吼，几啊叶啊，敢是得到退绿黄化病毒？我看卖者哈，那么真济哈，咱咧判断这种退绿黄化病毒哈，那么上重要的一个这个所在，就讲伊作性缺镁哈，伊通常是为下卡血啊，啊一直起哩哈，所以拄到的时阵哈，拄到的时阵大概都是从下胃液啊，但是伊袂从会黏啊是安怎吼，伊若黏啊是许呢，可能是其他的这原因啦吼。啊，但是就是讲，你若看伊安尼像有啊，像缺镁这种的一个竞争啊，胃也卡一直硬起，啊，这都有可能是这个啊，这种退绿黄化病毒吼、哦。但是伊作性是缺镁这种的一个竞争吼、哦。那么一般来讲，就是首先吼、哦，那是定点吼、哦，这其实伊这个退绿黄化病毒有一种吼、哦、作性含。啊，伊嘛无像缺镁安尼有两种的一个即个竞争嘛吼，一种有较先缺镁，一种的一个即、這个啊、像红蜘蛛去加着安尼吼，安尼规个那从怎啊啊，即、這个规个安尼一点黄黄吼，啊，但是伊通常是胃下骹一直起哩吼，即鸡啊类大概咱拢会去啊会去看到即款的一个啊即种差别吼，所以你看卖啊者吼，有当时。啊、很难去判断讲什么是一定的但是、我个人是拢会先偏起来看下吼，是不是有一个、因为这当然机会很大，但是第一咱得这退绿黄化病毒大概就很麻烦嘛所以有两种的，咱常常讲到的讲有两种一个是这个初期的时阵就是安尼白雾这种，啊，你先边看麦啊，看这后边面是不是啊、有像迄个红蜘蛛迄种的一个危害，啊，那有红蜘蛛先抓吼，但是咱好朋友传过来这种相片，大概呢，因为红蜘蛛可能袂遮食烂啦吼，所以袂白甲遮食烂吼，但是那第一张相片这都有可能，所以你安尼起来啊，这真有可能吼、是这个退绿黄化病毒，因为拄开始的时阵吼，伊通常是定点吼，安尼白雾这种的一个初期症状，到尾啊像这个啊像欠米迄种的一个镜头吼、这通常是安尼，这含啊这个银类粉丝吼、含白蚊啊，吼，白粉杀的，一个粉杀的，一个即个传染有足大一个即个关系，所以初期甲伊顾好势吼。但是呢，啊，佫较重要就是讲，你若是到已经结果的中后期，因为伊即个起来，伊个速度较慢，一般拢是啊，会看到即个竞争，你即可能是3礼拜啊，吼，即上起码3到4个礼拜啊，上起码啦吼，啊，若是较大丛钓吼，咱后面吼。
后面去修改这个做一下这个补充哦，因为你正你若靠细长钓钓，比如讲三礼拜迄阵，迄个个细细条，迄阵就靠靠钓，卖多乱哦，这是无啥。但是啊，那是足济吼，你靠也无效，因为伊就是买啊吼，买啊个，因为你即马是毋是头，那较大长啊，较去划钓吼，迄无影响无讲真大，较袂甜是有影，但是影响无讲真大，所以那准讲已经是四礼拜过啊，吼三四礼拜过较看到的时阵，对产量影响就较小，吼啊就无啥要紧啊。但是呢，伫即个后面吼，你一定爱加以啊补充即种药吼，因为你那是伊个一个即个品质啊，或甜度啥物拢做较袂起来吼，所以你后面爱加较炒两遍啊。我用安尼就是讲，已经那是足细长，就钓钓，哎，当然就无效啦吼。但是已经一般拢是差不多正个月过开钓，啊，即马你若搁较慢较钓钓，啊，已经拢结果啊，各有咧大，啊，伊慢慢啊有即个退绿即种情形，有诶讲甲抠掉，较袂喂着白掌，但是白掌若去要喂着嘛是足后壁较会发病嘛，袂讲足要紧诶。有诶讲啊，你看无抠隔壁迄掌嘛夹起来。应该唔是无考验，应该进前都划到啊吼，所以啊，伊通常有这个先后的一个关系，所以不管那是钓啊较慢一速速啊，是无要紧吼。那么其实嘛，未使讲无要紧啊，迄鸡啊就变袂甜吼。啊，所以你一定爱伫这后面啊，较认真一下吼，较艰苦一下啊，一寡这个啊后面补一寡这个微量元素啊。然后会当来补一寡即氨基酸类一个即个啊，即种的即个物件吼，咱好朋友推荐的，讲用 N 九 ，N 九甲结一个安尼吼，结两摆啊，啊，然后配合即个美容元素使用啊，加甲油较悬的啊，甜度小控制者安尼啊，尽量来补充即营养吼，阿姨的。啊，看能不能尽量会当有这个对产量有详细一些应用吼，只有是安尼吼，所以这有可能是这个退氯黄化病毒啊、嗯。来，时间的关系，两点钟的节目先暂时呢进到这。收音机边听众有疑问，无清楚、无了解的，新龙广播电台 FM 99.5